公园跟行政大楼，这个路口也一个公园，我大概不从那边下去。那有一个，这那是什么教堂？不是，不是密室的，绕回去。公园里面有很大造型艺术品。 1875年，这里是非常老，有警察。我们的，就是看到国会大楼，很漂亮的建筑物。 下面这条路走下去也蛮深的，我现在就要过去那个时钟那里，跟一些布鲁嫩喷泉，望过去那个玻璃的，那就是火车站。 工业大厦的前面，这边来往去出去也应该蛮好看的。刚才拍过来的地方，这个应该有可以坐下去电梯，那就在那边拍，这时候又是一个景象。 对啊，这个小缆车，一个人也可以坐。路口在那边，你看，这些都是国会的建筑，很漂亮。这个景最好看了。 是门口，远处那个会喷，广场会喷水，跑得很快，小孩子他还拿着伞在那边玩。 这里就是，这里都是。刚刚从刚才一直拍到现在，这里最整个聚落非常大，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了。钟楼大概在那边。 大厦又这么雄壮，这个是 China Imperial 中国地，那个，那块地方。 从那边走过来。
是不是？哎，教堂，这相当的热闹，人非常多。刚才的国会大厦在那边。这以前是他们的西门，后来再改成1643年。电车可以，他们经过卖男性的服装。我们最跟人家最不同的就是他的商店全部都有走廊，这对面也是。后来改建以后就变成这样的样子。第一个Blue Man在这里，小孩怎么样？这个有12个，那这个是不是第一个？等一下再看看。啊，那边就是战前广场啊，应该是从这个算起，这算第一个。那都忙的搭车，现在已经快5点了，很多人要赶回去了。这是第二个喷泉，但是它方向不同，它换往那边去，我要从那边拍过来。这个骑士站钟楼，还有一边是在那边，两边都一样的结构的样子。这个很清澈的水。现在光线不太好。很有逆光补正，反而整个看得很变白。这些都是在走廊上，两边都一样。这边走的人特别多。哎，这边有一个超级市场在这边。这边先走好了。拍完了再回来买，不知道是开到几点。还有阶梯，现在来到第三个了。我是后面那一个的样子，糟糕，刚才拍那么久。这才是真的钟楼吧。接车啊，我到8分钟就来一个，相当多的。这里看过去的景色也是很壮。现在还有这样的图画在这里，他的故事。要拍完11个真的不简单，人家说很快才行。
现在才第四个在前面。对对对，跟那个布拉格那一个类似。上面有一个金色的人，他会敲钟的样子。因为钟楼派会是第四个，现在我就站在第五个的旁边。现在这里顺着光。这个还是很黑远的，现在才第五个而已。然后今天整个那个有走廊的建筑这样整排也是很壮观。非洲的，这是最中间的一个第六个，没有人物的样子。跟着一样，没什么人物。跑过去，钟楼在那边。很壮观的建筑，是不是它市政府旧的 Rathaus？ 很壮观的。不晓得还有没有电，现在已经走到街尾了。